Extracting species profile。四驼龙，古代栖息于北美洲各地的四鸟龙，它的学名意思是鸵鸟的模拟，取自它又长又结实的后腿与双足行走的身体结构，这表示它奔跑速度极快。四驼龙拥有大眼睛，没有牙齿，但前脚的爪子比同种类其他属的恐龙长了许多，数量庞大的四驼龙曾在广阔的范围内出没。一具不完整的四驼龙正模式标本在1901年首次出土，更完整的骨骼化石则在1914年与加拿大亚伯达省的红鹿河出土，后来其他化石在亚伯达省南部的老人地层与美国怀俄明州的兰斯地层陆续出土。四驼龙出土的地点具有种类极其丰富的动植物，当地有淡水动物出土，先是古时应有河川、湖泊等水体。四驼龙是一种小型四鸟龙，食量小，会从地面指使恐龙喂食处进食。它们会组成规模广大的社交群体，以免遭到掠食而灭绝，而且倾向混迹在大量异种恐龙之中。它们需要的居住环境是非常小的草原，带有一点点森林。它们对所有掠食恐龙都缺乏抵御能力。